好，帮我再看一下我那个侄子，昨天晚上我梦见他被浑水冲走了，他是2013年属蛇的。2013年属蛇的。对。啊，有个劫。几月份？什么时间？我昨天晚上梦里给他。哎，水劫。水劫对吧、嗯？我昨晚梦里面给他许了308张，他需要多少张？你赶快不要让他去游泳了，不要去参加那些跟水有关系的事情。好的。他图腾颜色是什么颜色？不能看这么多了吧？看图腾颜色干嘛？哦、你给他，你给他看看那个嘛就好了嘛。好就给他看看水节要当心点嘛。好的，他需要多少张小房子？83张。好的，我给他念。那我的工作，我现在一年都没有工。哎、我都看见水、嗯，哎呀，那个水龙啊，哎呦我的妈呀，哎呦，说他有罪呀、啊。说他有罪是吧？啊。那他那个姐，83张我。你要叫他当心点，水上工作不要去做，好吧？好，好，好，我尽快给他念。那其他他还要注意什么吗？他这个不会有问题吧？因为昨晚梦见他被水冲走了。会有个劫，不一定会死。